各位打机的朋友，大家好啊！这是我们公司录的一款录像啊，也是第一款的有带语音的录像啊。主要是我们的新产品，像这种高级定位、中级定位器呢，也刚出来了啊。具体这些使用技巧方面呢，我必须用这个说的，你们才能明白啊。现在你们看一下仪器的大小啊，它的控制按钮有8个，1到8，也同等于说是。我们一般老虎机里面的一到八，这是下面的压分的这八个键呢，一就是代表苹果啊，这样以此类推下去呢，到八就是王，这样子类推下去，它的定位效果只能是针对这种类型的水果机比较老的或者是这种中型的狼系列版的，然后一些这个普通水果机版，它的定位效果呢，我现在示范一下这个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根是一根天线哈，一般你在使用的时候，这根天线呢，最好是这个控制到这个距离就好了太远就不好了比如说你现在要种苹果哈，在你压苹果之前呢，比如说种苹果啊，在你压苹果之前呢，先把分数压上然后苹果在这个开关按钮控制当中，也就是第一位然后要靠近这个，也差不多在隔着这个面板的这周围啊。按一下这个按钮，这个灯会亮按差不多这个3秒到5秒钟的时间，让它检测一下，检测这个苹果的定位系统是检测，让它检测一下。那现在可以开了。是种苹果对吧？或者是我现在拿重大的给你们看一下一定要清楚哈，干扰是就是说这个检测要差不多5秒钟的时间比如说双七啊。七就是我们在这个按钮当中的第七位，检测差不多5秒钟的时间，让它确认一下这个检测到。可以了。就这种装七。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们要这个产品的话，必须是这个跟我们提前联系哈，因为说这种货是比较有缺的。要提前联系，也要尽快订货，具体就讲到这里。